大家好，我是谷谷，没错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呢，要带大家去开箱的房型呢，是两房一厅的房型哦。不啰嗦，我们马上去看吧 ，Go！ 两房一厅很适合人口数少、刚出社会2到3人的小资族及年轻夫妇。现在人生的比较少，也比较晚，两房空间优于套房，弹性也比较大。未来有了小孩，都很适合作为小朋友的独立空间。新店央北的社会住宅社区内有公托，需要公托就在家楼下，相当方便。另外也很适合退休族群居住，小孩就能返家探亲。看完了央北青年社会住宅，是不是觉得很心动呢？不过，究竟要怎么申请呢？只要在新北市涉及的市民，或是来新北市就业、就学的民众，都可以提出申请。而且每户家庭年所得在124万元以下，另外平均每人每月所得在51331元以下就可以喽。